第一个计程车司机载我们到错了地方，惊险的计程车再加惊险的换钱所，非常刺激惊险的哟。好好吃的样子，这样子哦，很可爱。来看这两个。飞机餐，这个是大鸡餐，一个是酱，一个是萝卜，萝卜还有腌萝卜。对，这个是哈豆。现在要出机场了，要去搭计程车。哇，我们终于到金台机场。计程车从三号门出来，右手边，对，就是那个呀，那个红色的灯就是要让低头族看过马路用的。他们找不到，还是我用翻译软体。刚刚用 Naver 地图。可是因为已经翻译成中文了，所以现在翻译成韩文才热导航成功，终于出发了。要不要？现在是800。第一个计程车司机载我们到错了地方，所以我们又换了一台计程车。谢谢这个。棕色点点的 hotel 的人热心的帮助我们，一个先生。刚刚第一趟的是21000块，因为走错地方了，就浪费了。哦，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的吧？所以西边站有2家棕色点点饭店，5200。电梯好华丽哦，跟刚刚那一家饭店完全是不同家哦。这一家的名字和那一家很像，可是是不同的饭店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吃文龙猪肉汤饭，三代猪肉汤饭会先到。终于千辛万苦的吃到晚餐了，8:30了。对，惊险的计程车再加惊险的换钱所，因为换钱所怎么全部都关了，好奇怪。不是开到9点吗？但是还好呀，有看到一间就是没有在地图上的换钱所。还好。好，先来加一下这个，它这个是加咸的东西，有点像是虾子什么的。我要加很多的，你要加看看。哇，好吃！好吃。好吃。好馋。加完这些虾米之后，跟我。
更提味。如何？好吃吗？很热。而且尤其是这种冷冷的天嘛，吃一下这个，哇，好热啊！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对，这样，泡菜就看个人的，好，哎，然后加盐，踢出去，好，这样，你吃，对呀，那不给，嗯，这家好吃哦，好，挑袜子时间，很可爱，来看这两个。袜子兄弟，是你家的吗？没有啦，就我刚刚看到这两个很可爱。哇，小花。哪一个？你说你要介绍哪一个？你要帮他挑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、啊。这个、哦、这个怎么像台湾就有？是不是要选一个比较可爱的图案呢、啊？听说这个很好吃，而且要买绿色的。这个、这个、number one。深的那个。对。那我们先买这个，然后爸爸要吃的是这种辣的，辣的乌龟饼干，听说很辣。连这个包海苔饭卷的海苔看起来都好好吃。我们到了便利商店买交通卡，交通卡，有贝利熊的，这个还有这个小心的，很多种哎，可爱。两颗开心哦！哇，哇，里面好温暖哦，外面好冷。我们刚刚真的有被冷到耶，因为我们里面都只有穿短袖。刚刚加追加外套，晚上入夜了，真的会降到十度以下，好冷。这是这样吗？对啊。没有地毯哦，看起来很像地毯哦，可是不是地毯哦。对啊。哇，也太大了吧！电视我看过饭店最大的哎。对啊，这应该有60寸哦，哦，很大。我的浴室也太大了吧，好大哦。哦，居然有电脑，有人还想要带电脑。最后呢，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欢迎订阅、分享及点赞哦。下集见，拜拜。